棒！啦啦啦啦啦啦 ！Subscribe！ 啊，睡得真舒服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我和家人们一起去药堂。看，我有好多各种颜色的糖果和巧克力，嘿嘿，我要把这些留着，今天慢慢吃。哦，我的天！你们吓到我了。万圣节已经过了，是昨天，快点停下来。啊，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的家人们真的变成僵尸了，我现在需要帮助。胖胖虎，帮帮我，我的家人们变成僵尸了。啊，我听说僵尸病毒正在整个海域蔓延，我有四颗药丸，我马上寄给你，我会尽快给你寄更多的，注意安全哟。好的，谢谢胖胖虎。这是碰碰虎寄来的药丸，我需要把这个给我的家人吃，这样才能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哦，妈妈，我好害怕。妈妈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，我决定要在这里找找她。你有没有见过鳝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鳝鱼妈妈，你有没有见过鳝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鳝鱼妈妈，啊，粉色的尾巴，会不会是妈妈？啊！不要碰我！啊！现在连美人鱼都变成僵尸了，我们再继续找找看妈妈。啊！这里也有一条粉色尾巴，妈妈。啊，妈妈，抓紧时间，快快把这颗药丸吃了。鲨鱼宝宝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因为僵尸病毒，我们全家都变成了僵尸。多亏刚才的药丸，你才恢复正常。哦，谢谢鲨鱼宝宝，我们去拯救其他的家族成员吧。哦，鲨鱼宝宝，我去检查一下洗手间。啊，如果你发现其他家庭成员，记得呼叫我。好的，妈妈。爸爸可能去哪儿了呢？爸爸。啊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一定在这附近，我们一起找找吧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，你在吗？好饿，好饿。吃这个吧。吓坏我了，但鲨鱼爸爸在哪里？我发现他了，是鲨鱼爸爸吧？不，鲨鱼宝宝快退后。鲨鱼宝宝把药拿来。亲爱的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是我做梦了吗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传染了，鲨鱼宝宝用一些药救了我们。我的天，太谢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还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药，但现在我还要帮助带回其他海洋朋友们。
啊！我好像听到有人要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，赶紧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啊，是奶奶。奶奶藏在南瓜后面。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们！如果看到鲨鱼奶奶，记得告诉我们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，你在吗？哦，我觉得她不在这里，会不会是在这里呢？也不在这里呢，那她会在哪里？鲨鱼宝宝，把药拿来。我的头！鲨鱼奶奶，你还好吗？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全家都感染了僵尸病毒，是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鲨鱼宝宝。鲨鱼爷爷去哪儿了？是鲨鱼爷爷的声音，我们去看看。鲨鱼奶奶，你待在这儿吧。不，我会找到鲨鱼爷爷的。鲨鱼宝宝，跟我走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然后把它变回来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找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在吗？哼，你竟敢敲我的门！哦，那是老霍克船长，还是那么的野蛮。哦。我觉得那个是鲨鱼爷爷。哦，哪里？在这里？是鲨鱼爷爷，抓紧时间，鲨鱼宝宝，快把药扔过来。好的。啊，不好，我把药扔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，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那颗药丸不见了。哦不，我觉得我们得先让鲨鱼爷爷冷静下来。抓紧时间，鲨鱼爷爷，是我们鲨鱼家族。哦，我的爷爷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主意了。鲨鱼爷爷，快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为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是的，我们都很好。而且碰碰狐发现了大量的药丸。我尽快找到了药丸，来帮助海洋里的朋友们。太感谢你了，碰碰狐，我们可以去帮助海洋里的动物朋友们了吗？这听上去太棒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数到三。一二三，大家都变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大家安全变回来，真开心。大家都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大家都赶紧回家休息，吃点好吃的吧。听上去好棒！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好辛苦，我们一起进去休息一下吧。
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哦，医生，请帮帮我们！啊，是可怕的万圣节怪物们，看起来有些吓人，但他们也是病人，我们勇敢地给他们看病吧。第一位病人，吸血鬼，请跟我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硬的东西弄断了我的牙。哎呀！你的獠牙断呀断掉了。咬不了东西，真的好疼啊！请你帮我治疗，我还要去吸血。吸血？我马上给你治疗。我先给你拍张 X 光片，看看你的獠牙坏的有多深。要拍喽！哦，不妙，你的獠牙完全坏掉了，如果不拔掉它们反而会有危险。朋友们，我们得拔出两颗獠牙。最后我们会给你安上新的假獠牙。我可是个吸血鬼，帮我把牙磨得尖尖的。哇哦，你的新獠牙看起来很不错。吸血鬼，嘟嘟嘟嘟嘟，把旧牙，嘟嘟嘟嘟嘟，换新牙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医生、护士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喝一杯鲜血？不，我们就不用了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跳舞跳太多，浑身不舒服。好奇怪。你的骨头越变越脆了。我想继续跳舞，请帮帮我。大事不妙，紧急紧急，快带骷髅去治疗室。现在我们得把骨头放回原处，一次放一个。这个看起来像个鸟笼。没错，这个是肋骨。这个圆形的看起来像髋骨。放好啦。耶，还有头，干得漂亮。再把脚也拼起来。不对，你搞错了吧，医生。啊，吓我一跳，这不是骷髅的脚，是他的手。装错了，手应该接到手臂的末端。这个才是真正的脚骨。组装完毕。跳跳，骷髅又可以跳舞了。大骷髅，嘟嘟嘟嘟嘟，大骨头，嘟嘟嘟嘟嘟，变强啦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哇哦，恭喜你，你又可以开心的跳舞啦！万岁！谢谢你。下一位病人。哦，是狼人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的脸撞到了一棵树。哎呀，疼死了。你的脸上有一个伤口。啊，
哎呦，好疼！医生帮帮我！啊，请你冷静下来。我知道一定很疼，我们快些帮他治疗吧。我们先把蜘蛛网清理掉。你一定很疼吧？我会清理你的伤口，这样情况才不会变得更糟。会有一点疼的。哦，清理完毕。我想你需要缝刺针。坚持一下下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伤口缝得很成功。现在我要给你包扎一下，把创可贴贴在你的伤口上。治疗完毕，你真的很勇敢，狼人先生。先生，嘟嘟嘟嘟嘟，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，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，非常感谢。啊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魔法药水溅到了我脸上。你的脸上长了个大包。哎呦哎呦，真的好疼啊，好疼死我了。你先别乱动，我马上就给你看病。朋友们，我们得把脸上的包戳破。首先用锋利的尖戳破，戳破，戳破了。现在让我们把大包里的毒药水挤出来。一、二，出来啦。现在让我们来涂药膏，这样就不会留下疤痕。哇哦，你的脸上没有包了。一个你我嘟嘟嘟嘟嘟，脸上的包嘟嘟嘟嘟嘟不见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哇哈哈，非常感谢你们，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。我珍贵的蝙蝠眼球送给你。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各位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谢谢医生和护士。今天大家也表现得很棒，值得奖励。下次我们再一起给病人看病吧，拜拜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听。